平安，在新的一年中，很高兴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。在新的一年中，我们依然要成为耶稣的朋友，我们依然要跟耶稣成为好朋友。现在，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。我选择的道路，是我更有意义。
转向他们说爱的儿女，吸引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，来一直恢复我们，开始你的儿女经历你的大爱，你的爱我的心何等渴望，你会复成属于你的时代，愿你国度完全彰显在这地，就如金钱来，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。圣灵啊，请你来，自由运行真理。在你宝座前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。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你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。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生命，我们欢迎你，在你宝座前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地，圣灵的泉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